这段期间以来，有没有谁有去过医院的？这段期间其实我去了医院也好几次，因为感冒嘛。然后看到很多很辛苦的第一线的这个医护的从业人员，然后真的觉得他们非常的辛苦这样子，然后又是冒着险在第一线为大家工作这样子，在这边真的想把《天使》这首歌献给他们，让我们为他们掌声鼓励。也是这一群勇敢的白衣天使，让我们在今天可以顺顺利利的在这里开演唱会，在全世界，在地球上，这几乎是唯一的奇迹了。掌声鼓励。这演唱会呢，应该是五月天，史上大家体育场最长的一次了。延期的那几天哦，然后我们就有个感觉哦，就是哎，会不会这一次呢？今年真的不能在这里看到大家，所以大家就临时做了一个决定，就决定好，没有关系。大家既然不能来看演唱会的话，但是我们可以把演唱会送到你们家，送到你们的手机，送到你们的电脑前。所以呢，我们三天呢，五个人自己在这边跨年啊。但当然呢，其实不止我们五个人而已哦，就很多人陪我们，然后包括了棒球场的所有辛苦的工作伙伴，让我们再给他们一次掌声鼓励。漫长的三周，谢谢你们了。